章子怡和汪峰的恋情曝光后，两人越发爱的高调，两人在被执及酒店幽会7小时，随后又必走美国度假。近日又有媒体曝光拍到章子怡与汪峰一同现身酒店，与李健等一众友人齐为长辈祝寿的照片。当天六一班一名成员在昆仑饭店为长辈大摆寿宴，章子怡和汪峰获邀出席。据现场目击者描述，汪峰、章子怡在宴会上坐在一起，与其他友人相聊甚欢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